你在做什么呀？从布谷被关在这里的那天起，就每日在手上划一刀。布谷要以此来提醒自己，不能忘了无关之耻。如今手上的伤痕已密密麻麻，布谷已经不记得被关在这里多少日子。 也不知道现在屈原怎么样了，不过总是担心他，还跟以前一样，太过耿介，容易招惹是非。大君，屈大人会平安无事的，大君也一定能够回到楚国。